技术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。从理论上来讲呢，就是说对方不管什么旋转，把自己正手的近网短球都可以采用挑打的方法回击，只不过这个挑打的力量大小啊，摩擦的多少不一样。在各种旋转中，挑打难度比较大的是下旋球比较强的短球，近网短球比较这种难度比较大。首先我来演示一下啊，演示一下这个正手挑打，采用不同的力量去挑打正手近网的下旋球。这个发球机呢，发了个近网短球下旋球，会比较转啊，难度比较大。在不同的挑打过程中间呢，这个如果你能对下旋球比较强的下旋球挑打的比较有把握的话，这个其他旋转的近网短球就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。现在演示一下，力量啊，由轻到重。当球轻的时候，你这个拍子可以朝下一点，这时候的这个击球方向，这个方向利用球的自重啊重量制造弧线，就可以轻一点。你如果力量大，方向还是这个方向，球就会出界。所以力量大的时候，拍型竖起来啊，使这个弧线平一点啊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我建议这个学挑打的时候呢，用中等力量。去学这个挑打比较好，
因为在跳打过程中间，这个手腕的动作要使得这几个动作，结合起来，这个弧线走的比较光滑啊，比较匀称，不能太突然。如果力量大的话啊，我知道很简单的，特别是上旋球，我知道有这个动作就能过去。所以学跳打只要学好这个动作的中等力量啊，练习这个手腕的运动。对直板来讲啊，这个除了手腕运动啊，这个手指的调节也是很重要的，控制板型的啊。这横板这方面手指调节主要靠小臂旋转，手指调节不如直板灵活啊，不如直板灵活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有一些老的运动员跳打球啊，他会这个小臂会这样翻滚，这个也没问题啊。这个动作跳打动作没有具体的要求啊，什么动作是标准的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无所谓啊，你可以这样跳打。除了手腕动作以外啊，这个跳打球还有几点需要注意啊。一个是人上去的时候，这个手不要伸太直啊，不要伸太直。伸太直呢，这个小臂收比较困难啊，手腕要求也比较高啊。你这样上去比较放松一点啊，比较动作比较容易做一点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上去的时候，这个胸口尽量对到来球啊，这样上去啊，不要这样太平，不要太平啊，不要太平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啊，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。你像那个有一个视频讲的是马林跟那个延伸做的那个跳打动作啊，两个各有特点。马林上去他就要直接，上去直接呢，有什么好像大臂动一下，我就往前击打力量就比较大啊，这样你侧身也比较快哦，不要这样上去啊，我这样上去侧身就比较快。所以这跳打技术呢，根据自己的条件啊，人的高低，自己的打法。不要去追求统一的标准啊，关键是这个手腕动作、接触球的拍型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手腕运动啊，它的复合运动也是存在一个摩擦跟击打的问题。刚才讲了这个击打力量的大小跟摆型的关系，还有一个关系呢，就是击球力量大小跟摩擦球的关系。我击球力量越大，我的摩擦球要多一啊，制造弧线。这个主要是对下旋球来讲啊，因为上旋球呢，这摩擦不一定要很多。我们上旋球因为球比较短，只要掌握好最高点，摩擦少一点，照样可以打到球。下旋球一定要加强这个方面的运动啊。现在做一下，力量跟摩擦的关系啊，跟这个摩擦球的关系。如果您想第一时间观看乒乓网的视频，请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订阅，打开微信扫一扫，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，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乒乓网，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、乒乓球技术文章、乒乓网最新活动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紧关注吧。